cookies does she hey, love, wow, human interaction. Got your heart on your sleeve, but the dirt on your back's a bit small. Hey, you, yeah, your colors are changing, the world ain't half bad. Na na na.影片的字幕小助手艾莉送了那个 Brown 给我， Brown 是台北一个蛮有名的，我自己也蛮喜欢的早午餐店。然后他还送什么给我呢？是我 Cookies 的雪糕。 Oh my god， 好，我很怕它融化，所以我在吃任何东西之前，我决定要先来试吃它。好吃耶，最外面一层是浓茶，然后是奶茶雪糕，然后最后是brownie 在里面，你有看到吗？边吃边上工。我今天早上的体温是35.5度，没有人想知道。咁但系今日咧，我就想系佢帮我衬衫，我就。Hello， 你好。你今天身体都还好吗？嗯，还好，还好，谢谢。好，回收给你，谢谢你啊。好，谢谢，拜拜。这个就是每一天那个区公所就会，应该是区公所吧的人，就是打电话给像我们这种正在隔离的人，就问说，哎，你今天身体状况怎么样啊？然后，哎，我好像上一个 vlog 已经讲过了，对不对？ But anyway， 就是今天份的刚刚打完了，我刚刚已经工作到有点懵掉了。我刚刚出去拿午餐的时候，因为我动作很快，就我听到门铃声，我就立马冲去拿午餐嘛。然后结果呢，啊，是汤吗 ？Oh my god！ 哎，先看一下今天午餐吃什么，是一个这样子的便当，然后有一个汤，还有一个芭乐。然后今天早上他们在送餐的时候，我就是一听到门铃声，我就是冲过去，然后就打开门拿。然后刚好我对面的那个房间也打开了门，然后我就这样跟对面那个女生就是四目相交了一下，然后突然总就是哇 human interaction， 然后她也看着我，然后我们俩就愣住了，我们就这样，我收到了非常多的零食，咸蛋黄虾饼、玉米浓汤鲜贝，真是太了解我了。还有一罐啤酒，哦，这个是什么？哦，是一个啤酒杯。嗯，上一次 vlog 不是我同事有送来，就是三个东西，然后加起来是我名字的谐音嘛。然后这个也是，首先呢是这个咸蛋黄，然后玉米浓汤鲜贝。惠比寿啤酒，给赞，太可爱了，给赞。Rainy days don't seem so wet. Stormy nights don't stay. From the moment that we met.Talk for hours and never slept. Two silhouettes on the concrete steps.
will I say I love you？ 自由遗恨都不呼，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靠近目。我要流汗了。这个 vlog 记录到我已经不知道有什么可以记录了，因为每天就是做一样的事情，醒来吃早餐，工作吃午餐，工作吃晚餐，看 Netflix 睡觉，没了。你冷静一点，你先不要讲话。Like the business, we ain't sleeping for the shit. Some be beaming, body weakin', I'm just leaking when I'm hit. Full of envy, why they staring and they reeking? 今天轮到的甜筒是 Jasmine， 是早餐店的拉肚子奶茶吗？黄金曼巴咖啡。然后玉香园的、哦、它不是奶茶 ，sorry， 它是玉香园的芋头西米露，还有上岛咖啡的培根总会三明治。잘먹겠습니다，谢谢 Jasmine，I love you。虽然你一定会说我还好。You sing the song, I'll do the dance. You take the lead, I'll take your hand. Foxtrot or cha-cha, rumba or salsa.Whichever rhythm you choose, I'm following you. Sashay and shimmy around the room. 今天是星期四，然后我刚看了一下我 calendar， 忽然发现我今天有一个视讯会议，所以我非常难得的就是化了全妆。你看，今天的妆算是蛮完整的。然后衣服，那衣服的部分，上衣当然就穿了比较得体一点的，然后下面就还是我的睡裤。这个就是 work from home 的标准穿搭 ，OK？那个规划所有的东西这样。那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或者的话呢，就是在我们娱乐这边蛮包罗万象的，就主要你好嗨哎，所以哎，我们的可爱的对嗨想念我啊，我还好。哎，我头发很不好看，很丑哎、欸。你拉完回来就变成这样了。你今天才化妆吗？因为你是没化妆也化了。我平常是没有化的啊，我是今天特别去发现，哎、欸，今天好像要开会，然后就好啦，你们去工作吧，拜拜。不要太想我哦。还有在拉屎的 Keith， 我say bye bye一下。拜拜。来跟大家 say hi。我躺在床上。他现在要去躺他最引以为傲的吊床了。你看，你看他的脸，你看他的脸有多么的骄傲。今天不用上班吗？我今天要上班呐、啊，但是你打电话来，所以我就接啦。哦，哇哦。好的，今天的爱心包裹来自 Violet。这边有什么黄芥末鸡肉面、哦、然后这个芋头，这个是这到底是什么来的？还有这个会飞的椒麻鸡。我要跟大家分享，我终于开始追那个 Hospital Playlist 了，因为它现在剩两集就播完了嘛。我觉得我可以慢慢的调整好我的步骤，然后会一路看到它播完。所以我现在在看第二集，然后我心情感觉非常的愉悦。然后这支影片播出的时候，应该它刚刚播完。总之呢，我就是不怕大家爆雷我就对了。害我。那在我继续吃东西之前，想必大家看我这个 vlog 或是我上一次 vlog 就知道我的隔离生活其实
蛮无聊的。我本来想说会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但发现好像真的很还好。那因为 I'm going nowhere， 所以我最近的生活其实真的就是看剧、看 YouTube 跟工作这样子。我好像用了4天还5天的时间追完了什么 You Are My Spring 的那一部。那除了《机智的医生生活》之外，我打算同步追一个美国的剧。那讲到这里呢，就是 Thank you Surfshark for sponsoring this portion of the video。想必大家在疫情爆发的期间，是不是多了很多时间生活在网络上，包含可能看剧啊、网购啊，有的没的。我相信应该有90%的人都跟我一样。但是现在网络世界上面的这些不孝分子实在是太多了，可能会被一些奇怪的广告锁定啦，或是被窃取个人资料去做一些不法的用途等等。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Surfshark VPN， 它有一个叫做 Surfshark Alert 的功能，所以就会形成像一个保护网一样，只要任何可疑的人或是行为被侦测到，它就会发出一个通知跟你说，哎，你要注意一下你的账户安全咯，这样子。另外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像我现在就在隔离嘛，我每天都在想要追什么剧。只要你在 Surfshark 上面转换你的地理位置，你就可以在一些比较大的线上串流平台，像是 Netflix 啊，或是 Disney Plus 上面随意的看自己想要的剧集或是电影。那现在只要使用我的 promo code 就可以有 83% off 外加3个月免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会把资讯都放在下面的资讯栏。然后还是老话一句，大家可以评估一下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是不是可以负担。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我是蛮建议大家可以去安装一个的。我来看我的 hospital playlist 了。근데한잔은누구거예요？두잔다내거예요。아야오늘입주니카드로여기기둥뿌리한번뽑아보자 PICU 간호사선생들한테쫙돌리면되겠다그럼나는 Hey guys， 我现在要来洗衣服。因为我现在住这里是没有办法做 laundry 的嘛。它有附像这样子的那个洗衣粉。其实我很想用洗衣粉，但是也没办法。我必须说，做 laundry 这件事情是我隔离到现在觉得最不能够、最不习惯的一件事情吧。因为大家之前看我的 vlog 应该都知道我很喜欢洗衣服吧？就对我很喜欢洗衣服，就是我很喜欢那个洗完衣服那个香香的味道，所以我可能一件睡衣穿大概3次，我就一定要重新洗过了。所以不能洗衣服，真的让我非常悲伤。Had to ask a question if you happy, girl. I change your mind anytime in this happy world. Let's go and kick it, you and me, and see what love unfurls. Cause girl, I bet you love some tugging on them lovely curls. Hold up, a week up after that, believe we started dating. My heart was racing. 终于要来录我的 podcast 了。今天都已经隔离第7天了，我才把我的麦克风给拿出来。然后我已经大概2个月左右没有 set up 这个东西啊。Hello, boom.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my podcast.Some disasters we were making it work, but never did I ever think that you would do in the dirt. Stay cute while you smile in your brand new skirt. Just happy that we've been together and we never get hurt. 今天是#同事的爱的最后一天。今天送餐点的是我们最美的明明皇家奶茶，遇见幸福。然后这个是一家叫做惠香火鸡肉饭的火鸡肉饭。谢谢大家让我在这5天里面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没有饿过，出去可能会肥个3公斤吧。鸡肉饭真的是除了台湾之外其他地方卖的味道都不太对。我的阿公家是嘉义人嘛，就我爸爸那边是嘉义人。水上乡的朋友，这边有没有水上乡的朋友？继续看我的机智医生生活。내가할수있을것같아。啊，太幸运了。我刚刚 room service 叫了一罐白酒，因为今天星期五嘛，觉得等一下想要好好的躺在床上，然后看着剧，然后喝着我的白酒，听起来是不是很享受呢？大家这边有一个不会摔破的酒杯，哦，这个杯子感觉好不牢固。搓鼻子，2至30度的环境中，在检验中会使用到的配件有萃取液，打开包装取出裁剪刷，剪刷尖端
插入您的一个鼻孔，缓慢滑动裁剪刷大约向前 2.5 公分，再将其从鼻孔中取出5次。接下来就等15分钟就会知道了。 Is this what it means to have growing pains? 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ly.